你这老板怎么了？就这么跑出去不看店了？有一种东西叫遇到了才知道这东西还在，我觉得应该是这样。曾文玉，当年我第一次看你打比赛的时候就喜欢上你。人生啊，就是有很多说不清楚的事情，你不知道你喜欢他什么。隔了那么多年，我看到你啊，我还是觉得我喜欢。